上好，Hello 林冠伦，Hello 捏泥巴，Hello，Hello 大家好，大家晚上好。Hello，Hello，Hello，Hello 八成凡一，Hello 晨晨，Hello 落日一笑，大家晚上好。Hello，一晨，Hello，旅馆，Hello，Jack，Hello，杰星前辈，那是杰星前辈对不对？我不知道，没林看。杰星，杰星前辈，Hello，小杰，Hello，阿元，萌萌他们在抽签，我知道啊，刚刚我直播前的时候，我就去滑了一下，我是在直播，然后就看到 AKB48 TP，然后哦，这几天怎么会有？在直播呢，然后我就点进去看，然后想说看到婷丽跟嗡嗡两个在那边讲，然后说哦应该在抽签之类的吧，然后说 OK 那就等一下换我直播咯，还有他们有聊到，我那时候点进去的时候，他们在聊那个肌肉群，然后聊到27分的时候，他们说来切入正题，我们来抽签这样。Hello，尼哥，Hello，托某，Hello，李天天，Hello，变成新鲜柠檬，晚安。Hello，钢铁韩粉，今天这件衣服不错。其实我这件衣服穿了2次直播，一次好像在跟祖祖一起直播的时候，然后那时候就有穿过。可是好像粉丝们都蛮喜欢我穿这件，就黑色，然后用。宇宙的那种，谢谢一晨送的蓝色应援棒。所以谁是肌肉担当？我，你们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有一次老师就叫我演习，然后他的主题就是肌肉猛男。然后你知道为什么他要这样吗？他是故意弄我，因为他知道我平常就是甜美可爱类型的，然后他就叫我用那种这种，哼的那种。然后因为那是戏剧课要开发，然后。我就不行啊！如果没有过的话，老师不会让我，毕业。不是，不会让我通过。然后我想说，我豁出去了，知道怎样吗？我一开始就这样，大家来看我的 muscle。然后老师说不行，你这样太有律动感，你像在跳舞。老师说好，那我就，大家来看我的 muscle。然后就那边弄，然后可是老师还是觉得很甜美，可是最后他还是让我过了。然后我那时候因为很害，还是有点小害羞，所以我就讲有点小声，我说大家来看我的 muscle，然后说声音，我说大家来看我，就变超大声。然后我朋友他们，我就是我表演完，他朋友我朋友都跟我说，我刚被你吓到欸，你是吴万林吗？这样，您是这边的嘉宾吗？对，玲玲今天直播完可以更新 IG 吗？我思考一下，人正真好，谢谢。人丑性骚扰。你们有听到你刚刚说什么？你们有听到你刚刚说什么吗？你们有听到吗？谢谢钢铁韩粉送的蓝色应援棒，玲玲戏剧力爆发。我今天演那个，我跟你们分享一件事情好了，就是 Hello，妮玲玲 ，Hello 小杰，谢谢小杰送的 LOVE，我来分享一个故事，就是今天发生的。然后我们今天，因为我是。我们学校有班长，然后有分戏剧组、舞蹈组。我一开始被分到的是舞蹈组，可是我想要挑战看看戏剧，我就跟负责人说，我想要挑战看看戏剧，然后他就把我编到戏剧，然后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就选我当女主，然后我也接下了这份职责，然后我就很尽力的去做，然后我今天就，可是我觉得我们戏剧组一部分的人都有点小怠惰，就是可能。搬道具的时候啊，都没有很快速啊，或是卡卡的啊。然后灯光的时候也可能没有按，就是没有按对场，就是第几幕第几幕都按错，灯光控制也没有很好。然后他们也怠惰，就是很没有责任心。然后说要穿服装什么的，慢慢吞吞还不回讯息，就是我们戏剧组蛮怠惰。可是有几个人蛮认真，不能说我很认真，因为我只是想要把我自己的事情做好。然后又是女主嘛，我就，可是因为女主戏份很多。所以他们弄错什么上错什么道具啊，灯光按错啊，我的戏份就会被，就是，拍掉。对，然后我也会接着被骂，我不想这样，所以我今天打彩排，然后他们已经上
之前彩排的时候他们就上错道具，在第四幕的时候上错道具，然后我就已经有跟他们说你们上错道具了，他们已经知道他们上第四幕上错，然后接着今天的大彩排他们第四幕又上错，然后我演到一半我直接大发飙，我说你们知道现在第几幕吗？第四幕，你们在搬什么东西啊？就是我觉得我是一个就是蛮凶的人，就是会那种的那种。我也是。对，可是要看，因为我如果你真的踩到我底线的话，我就会真的发飙。而且我觉得学艺术的人到最后遇到那种不自觉或是很不负责任，脾气都会变得超差。真的。有没有同感来拍？真的就是会很生气，然后可能没有不是学艺术，可能就会想说你到底在干嘛？可是因为真的是团体性的东西，你一个人就会害了其他人。你笑什么？我不知道你笑什么。我看你笑的。对啊，就是团体性的东西。嗯，我来看一下留言，艺术家的起心，因为我是就是蛮喜欢，因为就是艺术。从之前国中的时候不是在测那个性向测验，那个性向不是喜欢男生喜欢女生那个性向测验，性向测验是测你的兴趣爱好，然后我就有测，然后每次都是艺术很高，然后我想说我真的对艺术是蛮有热忱的，然后我也去接触一些，我就蛮喜欢的。妮妮在你旁边叫妮妮入镜跟你一起直播，要吗？一起，有吗？好累。玲玲好有责任心。不是、啊、我觉得我蛮扯的是他们第四幕上错道具了，然后我骂他们，接着我要演另外一个不同情绪、欸、我骂他们是你到底在干嘛，然后另外一个情绪是男主跟我告白，就是我要有心花怒放哦，就是那种，所以我就是情绪转变要变得很快，所以我觉得其实学艺术的到最后真的都会变得有点情绪化，我觉得我本身就很情绪化，我也蛮情绪化。可是我看你平常蛮冷静，就是通常平常你就是那种很安静在滑手机，然后知道自己现在要做什么事情，然后还会去帮别人的这种。然后因为我比较缓慢一点，所以我就会去请教妮妮，然后妮妮就会帮我去舒压什么的，就蛮对不起她。可是不会就问啊。对啊，不会就问啊，不然也是会拖累别人。你又觉得我怪怪的，不知道不是我的问题。他说你怪怪，可是我不觉得你很乖耶。他说我觉得他怪怪的，是蛮怪的。Look look， 但是走路很快啊。嗯，但是走路很快什么意思？谢谢钢铁还没错的男生，你们帮玲玲还有责任心哦，钢铁过了。我看一下，感觉得出来你很拍。怎样啊？其实我们两个都蛮派的，玲玲戏剧课偶像演偶像那段不错，演偶像那段，就是现在，没有啦，其实我觉得习惯就好，因为我之前就是你知道在直播的时候，就是其实我现在没有这么的跟之前比起来，我没有那么的，就是对直播感到负面，我现在就觉得蛮。不会，怎么讲？就是知道我今天要直播的心情，可能就习惯了。对，这是一习以常事情了。玲玲不是走路蛮快的吗？对啊，我走路很快。可是要看情况，有时候也要看我心情，因为我是一个很情绪化的人，也是一个很善变的人。可能我今天心情，我想要走一种沉稳路线，然后我就会走很慢。可是如果我今天有急事，或是我想要赶快做完一件事情的话，我就走很快。今天有把它吃吗？我今天本来要买，可是它没有开。玲玲很派，可以来凶我吗？你又没有做什么事情。不可以。玲玲没吃饱的话，情绪会不好吗？其实我是一个没有很爱吃的人，就是。我有一个朋友，我有一些朋友是那种不吃他们就会心情不好，可是我没有到那种程度，而且我其实食量没有很大，就是我反，而且我是那种
有时候不吃，我跟就是可能午休时间了，大家来吃饭，我就不饿，然后我就在那滑手机。是会有人来关心我说你不饿吗？要不要吃一点东西？我说哦，我吃不下来。他会跟我说你要不要吃一点菜啊？这种的，嗯，就是可是有些人是说你不要再吃了好了。我觉得我是那种就是会需要别人希望我吃东西。我从小就是很难养，我爸妈都这样跟我讲。因为我小时候食量比现在更小很多很多很多，我之前是饿了，我也就更不会有饿这个问题。可是现在我知道我自己饿了，我会去买东西吃。然后小时候是我不知道我饿这个问题，哎，就是不会有这个问题存在。然后我就不太会主动去找食物，是都是一定要别人来盛饭给我吃，或是哦现在是午休，就是现在是午餐时间咯什么的，然后还会盛饭给我吃。就是盛饭给我吃，然后我吃不下，我只吃了几口，他会说把它吃完，我给你钱这种。不是，是我没有逼他给我钱，是我爸妈真的会希望我吃多一点。可能今天我只吃了下六颗水饺，可他觉得我爸妈可能觉得说六颗太少了，希望你吃两再吃两颗。他说那不然你再吃一颗，你吃一颗给你五块，你吃两颗就会给你十块，太爽了吧？然后就我就吃了。就是我觉得这样没有很好，可是真我其实从小食量就真的小，然后老师帮我盛便当，我盛很少，就是他我就吃不下啊，帮我盛很少，他说你小鸟胃，真的就是小鸟胃、啊。嗯。就像我今天喝了饮料，完全吃不下。玲玲现在减肥吗？我没有在减肥啊，因为前几次直播都是感性心灵直播，玲玲分享了很多自己喜欢的事情。所以呢，为什么突然知道这个？你想要看我聊这类型的东西吗？不要每次都不用，不然这样可能粉丝会觉得很 boring 吧。就是啊、哦，每次他领直播都要聊心，就是心理之类的，就会说我听不懂。我最怕就是粉丝听不懂。然后我前几天，我刚滑 IG 看到一个部落客 po 一篇文，他说最近有一篇新闻是那个。大象妈妈，嗯，你今天早上有看到？令人心痛不已。他是怎样？就是有他为什么会有人把那个手榴弹放在西瓜里？他们觉得很好玩。可是这种人的话，脑袋就是他是觉得说不会怎样，还是故意的？他们就觉得好玩，就是好玩。就是里面还有小象哎、欸，然后就没得管他。我觉得。心痛哎、欸，大象妈妈，真的，还好他们当场就逮捕两个人，欠打，他们现行犯吗？有被抓吗？谁被抓？他们好无聊哎、欸，你会喜欢吃起司蛋糕？喜欢喜欢，我喜欢吃起司，就是。我喜欢吃焗烤，然后我都一定会加，就是我喜欢吃焗烤，因为焗烤都会有很多起司。你知道为什么要问你这个吗？因为每次在我直播都说蛋糕比蛋糕，起司蛋糕。那你可能很喜欢吃起司蛋糕。你没有发现我的眼妆今天不一样吗？是我同学帮我画的。我有看到，它是加亮亮的。对，因为今天彩排，然后就帮我画。可因为我平常不是就不太会化妆。你都画粉的，两画那个什么？对。敷衍一下。我喝快喝完了，你们猜我喝什么？你们知道？我因为我最近很喜欢一部电影，就是之前那个声音上，然后我就在某一个地方看到这个，然后我就觉得很可爱。然后你们知道吗？就是。一直都有这个东西的存在，可是我现在才买，因为我蛮喜欢，因为我平常是一个蛮喜欢喝饮料的人，然后我现在才买，我也蛮讶异我自己现在才买这种东西，不是珍珠奶茶，我跟雨林前辈喝一样的绿茶加珍珠。我们今天班导送我们一瓶绿茶，你知道我会很就是班导送。你知道我会很感动的原因是因为，你知道自己买的跟老师送的感觉不一样。嗯。自己买的很可能随手可得嘛，我想喝我就买，我开心我就买。可是这种东西是，
老师来，就你知道这种感觉不一样。自己买也要有钱啊，像我就没钱。然后我也那么感动，是因为班导很少请我们吃东西，喝喝东西，就是他请，我觉得很感动。你水还是要喝哦，我自己好了。谢谢一千送的玫瑰，谢谢你哥送的蓝色应援棒。你知道我今天真的是超狼狈的，你知道我们学校有美容多元，就是美肤和彩妆课，然后我们就要带行李箱去学校，然后就很重，超重。然后今天因为大彩排，然后还要带很多服装，因为我女主，然后很多幕，然后我连续换了四套，然后超级多，超级重，然后我就扛着，然后背着一书包，我觉得我可能高三，我现在都垮了，那真的很重。然后因为我换四套嘛，然后我动作要很快，我就赶快穿，赶快脱，然后很迅速的那一种，然后里面的那一件黑色内搭全部都湿掉，它全部都是我的汗，因为很热啊。你知道最近夏天不是很热吗？夏天要夏天嘛，然后最近很热，然后现在不是都要上车都不是，就是上捷运公车不是都要戴口罩吗？可是又很热，然后里面就会很闷，然后我们因为工作关系都要化妆，然后你化妆又热又闷，然后你还要戴口罩。你们能想象我多不舒服吗？超不舒服，然后你的妆堆粘在上面就很恶心，然后你又不能不戴，因为你不能，如果你不戴的话，你又不能搭车，就很闷啊，你就超级不舒服。然后我跟你们说，就是因为我今天彩排要化妆，然后我就出校门就是带着妆，因为直播刚好要化妆，我就不想卸，然后我就被抓。我跟你们说一个脱妆的故事。就是我朋友跟我讲的，他说因为彩排是化妆，然后就走在校园中，然后就遇到教官，教官就会说：“哎，你怎么可以化妆？”然后说：“哦，我们彩排啊，我们要化妆。”他说：“化妆？”他说：“哦，我只有化淡妆而已。”然后你知道教官说什么？教官捡到枪了，他就说：“我看你这是脱妆吧，超凶！我看你这是脱妆吧，这夏天都很容易脱妆，然后你还要戴口罩。”就很不舒服啊，而且很容易起那个长痘痘。然后我不喜欢长痘痘，因为你知道长痘痘很麻烦，是你要去弄那个痘痘贴，然后你要等它好，然后你要犹豫说到底要不要把它挤爆。因为有些痘痘它是就是可以挤的，可是有些痘痘是你挤了就会有疤，或是挤不掉会红红的，就是你要去看，你要去观察那个痘痘的生长，你要去。看他什么时候可以挤，什么时候不能挤，所以我觉得女孩当女生很辛苦，你要注重你自己的容貌还有体态。教官是男的吗？我们教官有男有女啊，所以是真的脱妆吗？其实，一半脱妆一半淡妆吧。玲玲与痘痘的战役，我不喜欢长痘痘，可是如果说有一些女生是。本身就容易长痘痘，他脸本身就有很多痘痘，那我觉得就算了，因为他本身体质问题。可是如果是我这种皮肤很好，你不能自己说很好，就是皮肤不错，这样可以吧？然后皮肤如果不错，可是你突然长了几颗痘痘，你要知道这是一件很悲惨的事，因为会很明显。我觉得很痛苦，因为我国中的时候就那期间我蛮常长痘痘的。我不知道是痘痘，因为我的脸皮肤是不太会长痘痘，可是我会长那个一个东西，我不知道那我忘记那名字，反正是不是痘痘的一个一粒一粒白白的，可是那不是痘痘，我就很容易长那个，然后我就很觉得很烦，我就想把它挤掉，然后挤掉就红了一块，然后又变成痘痘，然后就很明显那边一块红红一块红红一块红，然后每个老师都看到我就说，哎呀你长痘痘，我就心就觉得说。就是你没办法，因为你皮肤本来就好，然后你长痘痘就很明显，然后你在学校又不能化妆，然后你也不能用遮瑕，因为你在痘痘上面用遮瑕或是粉底的话，会有雾，会有就是
长痘痘化妆是一件不好事情，所以当女生很辛苦也是因为你如果在一个皮肤不好期间，例如超康期，就是皮肤不好期间，然后你还要上妆，会崩溃，然后你皮肤会溃烂。所以我才不喜欢化妆的原因是这个，我希望让我的皮肤是可以透气的。你们知道吗？你懂我意思吗？你们可能没办法懂。谢谢保护队送的告白气球，谢谢一晨送的乐，谢谢吴呱呱送的蓝色应援棒，谢谢保护队送的带你去流浪。用痘痘贴就好了，有种凉喷雾可以喷脸，会有凉凉感。那叫那个不是凉喷雾，那个是，我想看什么？那是活泉水，活泉水是。活泉水跟化妆水不一样，化妆水是你上妆前喷，可是活泉水是在你皮肤过敏或是有红红一块块的时候喷，它会让你的皮肤安定，然后会喷得很舒服，就是我觉得喷那就是很舒服，而且那个在你皮肤好的时候也可以喷，就是你多喷无害，然后少喷也不会怎样，就是我很喜欢在脸上喷凉凉的东西，我觉得很舒服。没化过妆不太懂。Hello Polo 耶 ，Hello 圆周，我不知道你那怎么念。谢谢你送的蓝色应援棒，啊，谢谢 Love 佑希送的蓝色应援棒。皮肤需要保养，而且玲玲皮肤又白更明显。对啊，皮肤白长痘痘非常明显。嗯，我不喜欢长痘痘的感觉。还好我黑。可是其实我也没有很白。说到皮肤白，然后我们班上一个女生，我超羡慕她，她是我崇拜的对象。我从小就跟她同班，就是从国小六五小六跟她同班，因为她是转学，她小五小六跟她同班。然后她那时候就很喜欢跳舞，很喜欢表演。那时候她才小小只的，然后就很敢表现自己，在那边跳大小姐的歌。然后我觉得那时候大家都笑她。好好笑哦，好勇敢。可是你知道他现在变怎样吗？我很羡慕他的原因，因为他就是他很因为处女座，他可能是因为处女座的关系，他对他自己的要求很高，然后他就会把他自己每件事情都做得很好，然后上台表演的那种气势我很喜欢。然后他也很聪明，他又懂得赚钱。你知道，因为你们知道有一种赚钱方式是微商吗？就是在网络上面卖东西，就是。一种类似钱滚钱，就你去可能订货批货那一种，然后他超厉害的，你知道他怎样吗？我们同年哦，15、16岁，明明就差不多年纪哦，他用微商，他月收入10万起跳，就最高有到10万多哎，他跟我们都同年，我就觉得很敬佩他，然后他又会跳舞，然后他又努力又认真，然后身材又好，皮肤又白。你要吃珍珠吗？我这边有，谢谢。嗯，可是就蛮羡慕他，可是也不能跟他比啊，毕竟每个人长处都不太一样。玲玲不需要化妆就很美了，谢谢妮妮也是，谢谢落日一笑送的 Love You， 谢谢保护队送的真情告白。玲玲也会跳大小姐的歌吗？我不会。谢谢保护队送的告白气球。Love 佑希说叫我小周，好 ，Hello 小周。玲玲会去呛教官吗？我不会。呛教官，你还用火吗？其实没有，不一定。高中生要看跟教官的交情，因为我本身跟教官的交情还算可以，所以教官会通融。就是像我今天有化妆出校门，然后。我蛮北蓝，然后因为我那个朋友，因为记我就是在门外站，然后记人的那种一个男生就跑到我前面说：“你是有化妆？”我戴口罩看出来，可是因为今天眼妆有点浓，然后他说：“你是不是化妆？”我说：“你要记我吗？你要记就记啊，你要记我就给你记啊，你想要我就给你啊。”然后你知道怎样吗？然后人都不要吗？他傻眼，他说：“好，然后就把我带过去问那个人说，你们今天是有什么活动吗？有什么需要化妆？我说就彩排啊。然后你知道他最后怎样吗？他直接不记我，他放弃记我。
然后我就直接逃回家，说没关系，你走吧。因为我第一次在学校化妆，而且是光明正大那一种。婉玲吃晚餐了没？还没耶。001:0教官，什么鬼东西？你知道我最近在看，你知道是有一部偶像剧《爱情白皮书》吗？没有听过，我最近在追那一部，那是很久之前，国二还国三的时候的偶像剧，那时候我就看不懂。我就觉得很难看，然后我现在回味，然后就因为我最近看到那个片段，然后觉得好像蛮好看，我回去看，然后觉得超级好看，然后我最近就在追那部剧，然后上课的时候可能比较好，老师可以，然后我就在那边看剧，然后睡午休时也在看啊，下课时也在看啊，就很好看，超好看，我也喜欢看偶像剧，而且是我喜欢女演员演的。青春校园系的，我都会看呢、啊。你想要我也可以给你，不用谢谢。我不想要。拒绝保护台上的告白气球。谁呀、啊？谁说的？没有，没有。那时候我刚刚，因为那时候我说有人要寄我，然后我就跟那个寄我的说你要我就给你啊，然后我觉得很好笑。哦。因为我很常跟，然后。好啦，我们跟你讲说，你要我就给你的故事。有一天，有一天，在上课的时候，然后有一个人在晃神，然后没有拿到学习单，然后他就举手，老师，我没有拿到学习单。然后老师说，哈，给你啊，你想要我就给你啊。然后我们班那边学老师讲话，那边你要我就给你、啊，超好笑。其实也没有什么意思啊，我就觉得老师讲话蛮好笑的，就是有些老师讲话蛮好笑的，你不觉得吗？嗯，很有趣耶、欸，我没有什么意思，好不好？我只是觉得有些老师讲话很有趣，怎样？不行吗？怎样啊？不行吗？不行吗？我觉得好笑，不行吗？我要喝绿茶加珍珠，这真的很可爱，你们知道清新啊？他们都会跟。一些卡通人物联名，我觉得很可爱。熊棕熊跟熊猫喜欢哪一个？我喜欢白熊，白白的很可爱，是不是跟我一样？阿吉，你怎么办？是这样吗？就直接在里面讲话。我也猜对方在讲什么。你的笑点到底在哪里？没有，我觉得我的笑点有时候怪怪，就是你没办法想象，因为你们知道，好，我跟我朋友之间就有一种属于我们之间的懂的话，例如，就是我不知道怎么讲，就是可能我跟妮妮很要好，然后我们之间就会有一个共同的语言，只有我们两个听得懂，然后我们两个觉得好笑，可是别人会说，请问你在笑什么？这种。现在年轻人好难懂，我觉得现在老人家也很难懂。现在老人家是都这样吗？现在，what？ 超好笑。不是我不懂哎、欸，就是你们老人家说现在年轻人都这样吗？我就很想回说，你们现在老人家都这样吗？不可以。
敬老尊贤。对，要敬老尊贤，所以我要敬老尊贤，所以我们要就是去了解老人在想什么。他们可能只是需要被关心，不想要被这社会冷漠，把冷漠变成爱，就是一首歌。对。普佩呛到不行，还好我才三岁。哦，是哦，你才三岁哦。哦，是哦。老人家节只有老人家之间懂的话，对啊，体谅老人家。就你们可能会有听过体谅老人家，可是你们没有听过体谅年轻人呢。就是你知道，大家都会觉得老人家需要被体谅，但其实就会让老人家很困扰。你们知道，我跟你们讲一个故事，就是我搭公车遇到老人家的故事。那一次是我跟我妈妈搭上我的公车，然后那边好像是博爱座，然后因为那台车蛮空的，我想说。也没有什么老人，而且位置蛮空，我就想说我就坐不爱坐。然后旁边就有一个老阿妈，她用台语说：“现在年轻人哈、坐公车看到有老人家在旁边，就会闪得远远的。”她用台语讲，可是我听不懂台语，我不知道她在讲这句话。然后我就觉得，哎，这老阿妈是怎样怎么怪怪的？然后我就跑去坐别的位置。然后之后我妈就看我一眼，她说：“怎么了？我不知道在说什么。”然后她才跟我说：“刚刚那个阿妈跟你说的是。”他觉得现在年轻人在坐公车的时候都闪老人家远远的，他让他会觉得说，就是我老了，是不是没有人要理我，就是不想有人靠近我这种感觉。可是有时候不让啊，他们也会生气，就是很比较麻烦一点。他自己心里就觉感觉吧，然后我就坐回去，然后那个阿妈可能就有听到我懂，可能知道我懂他意思，他对我笑一下，我就对他笑一下，这我还蛮能。就是我觉得还蛮特别的一个故事，就是搭公车的故事。有些会选听。为什么现在要突然聊起老人家呢？可能是因为 我最近遇到了很多老人家，他可能怎样很吵架，有代沟，代沟，代沟的吵架跟代沟不一样。你知道吵架跟代沟不一样吗、吵架是我们可能是站在同一个阵线上，可是双方有冲突。代沟是我在这边，你在这边，我在讲这个，你在讲这个。哦，对啊，这不一样，那不一样，那不一样。懂？其实我觉得年轻人蛮常跟老人家有代沟的，这边就是真的会有代沟啊。爱吃饼干，你们知道最近啊，怎么打不开？换一边，这会爆开吗？换一边。啊，它爆开了！好，它是我最近列入的口袋名单之一，超好吃的哎、欸。我继续讲，因为学校有很多好吃的东西，所以我就会帮他们列入什么名单之中。然后你知道吗？我最近的手势很多哎、欸，我最近手势很多。好，我继续讲，然后你知道主播哎、欸，就是好吃的。今天气象预报，对，而且我觉得主播很厉害，因为他们不是通常都是在一个木，可是其实他们没有这些图案，他们是绿色的场景，然后他们要知道。他们指的地方在哪里？有些有，有些没有。谢谢保护对象的真情告白。好，继续讲。你讲哪？哦，我会列入那个零食的口袋名单。然后，我觉得我最近很喜欢吃那个茶冻、果冻，就是很好吃。然后我不知道怎么吃，就是它打开来盖子，然后它也不是会加那个仙草，那种。鲜奶就是白色那个鲜奶，然后我倒进去，因为它那个果冻是满的，然后你倒进去那个鲜奶会溢出来，然后我不会吃，然后我旁边的同桌他看到我就说，在干嘛？不是这样吃的啦！我说不然要怎么吃？不是这样吃的吗？他说啊，你还好吗？然后他就帮我把这个是盖子盖起来，然后翻过来，然后把这个拿走，然后它果冻就变成是反的。然后可以搓，然后是短用短用那个，然后他说帮我把那个鲜奶加进去，然后帮我弄，
他说这样是这样吃的啦。我说是吗？是这样吃吗？他说对啊，不然你要怎样吃？然后说哦，好吧，谢谢你。然后你知道他怎么跟我讲？我说啊、哦，生活白痴，长得漂漂亮亮的，不会吃果冻。我就直接挤出来就好了。我就他直接就骂我说长得漂漂亮亮的，然后不会吃果冻，怎样长得漂漂亮亮的也有错吗？你知道，因为从小，好、哦，那从小就是就在被称赞嘛，然后就蛮不喜欢，然后偶尔情绪起伏之下就会讲出一些比较带有情绪性的字眼，然后呢，可能就啊，我手机掉了嘛，擦擦擦，然后。就有那个长辈就会说，哎呀，长得漂漂亮的，怎么讲话都不得体？我说怎样，长得漂漂亮的讲话不得体，错了吗？我就想说，然后不是啊，这也是，所以长得丑的人就长擦擦擦就不会怎样吗？就得体喽，是吗？我就觉得说怎样，所以长得漂漂亮的就不能，我不知道哎。我蛮不喜欢被别人这样，就有点像刻板印象啊，就是。哇，长得漂漂亮就要很气质啊，女生就是要有气质、啊。长得漂亮的女生不是要有气质吗？就什么三从四德，三从四德。四维八德。四维八德，还八德路哎、欸，有没有？回正题，就是不知道，大家都跟我说，长得漂漂亮的就是要有气质，要讨人喜欢 ，OK。好，这时代在变哎、欸，知道吗？这时代在变，因为长得丑的人就不会有人理他。人正真好，人丑性骚扰。长得不漂亮，世界会遗弃你。就是这样。不是，我觉得要看个性。你知道我们今天就是在安排舞团，然后我们第一首歌是 Waking， 就是转手的那个 Waking， 就是这样。哈哈哈就是这个 waking， 你知道 waking 就是转手，然后我们就有一个舞叫 waking， 然后那是一个团，然后老师他看不懂 waking， 他只看得懂一群女生在那边甩，然后他就说，哎呦女团，然后我们班的人就很生气说，哦老师不是女团是 waking， 然后有人旁边就有一个人说，我们才不是什么女团嘞，我们什么。花瓶团呢，就是好像大家对就是女团有那种就是不知道，就是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我朋友就是不是啊，就是有些人会觉得说长得漂亮就是花瓶，就蛮容易被误会。可能说好，妮长得很漂亮，她很有才华，会吹萨克斯风，然后又懂事又成熟。然后可是别人会说，哦，怎么你长得漂漂亮亮的，然后感觉就花瓶，就会被别人这样觉得。但其实他不是，但其实你他很成熟，他会很多才艺，你懂吗？哦，就是蛮不喜欢的。对啊，因为其实我也被骂过，你知道吗？尤其是没比较没有知识的人，就会说，啊，这个就花瓶。我被骂过，你说来插花啊，漂亮啊，插你们这种花，好。反正就是，反正我也被骂，可是我之后也会就是努力想要证明自己，不是大家所说的，三千花瓶，就是壁花啊，老人家不都讲壁花吗？壁花，我没听过，不知道，听过花瓶。有人跟我说老人家都讲壁花，年轻人都讲花瓶，我不知道，你要时代落差，然后就想证明自己说自己不是他们所讲的那样。嗯，你的风格我跟你讲过 N 百次了，你懂的。哦，是哦，你喜欢就好了。什么你的风格？哈？什么你的风格？我不知道。自导自演，你作假、啊。然后我给你们讲一个自导自演。
字眼的故事，超好笑，超级好笑。然后有一次国中的时候，然后我们讲台前面有放一张椅子，然后打扫结束后，然后那个椅子全部都是板擦的白白的粉，然后可是也不知道谁弄的，然后可是感觉就根本没有人弄啊，然后班导好像也有把它放进去，就是班导好像有做把板擦放在椅子上面这个动作，哦，就会弄到。然后你知道班导这样吗？他就问我们全班说，刚刚是谁把板擦放在椅子上面？没有人，他自己摆，然后自己会说，可能真的很好笑啊，你可能，哦，你在里面放了，可能你在里面放了耳机，然后他就问他说，谁在里面放耳机？你知道叫什么？自导自演，超好笑哎、欸！因为自导自演是件很好笑的事情。谢谢保护队送的告白气球，可爱。你现在身边的人想法都太单一了，等50年后之后会这样想的人就很少。你说哪一个想法？我从来都没在意过其他人说我怎样，那是你在意啊。如果没有，就说我是一个很容易在意别人想什么。我知道这样不好，可是你知道很难。你是不是也是？你是不是也是？你是不是也是？对啊，一定是。一定会啊，一定的啦，多多少少一定会啊。尤其是我们现在14、15岁的，会很在意别人。会很在意，因为我们现在都还在成长的阶段。在干嘛？我呢？帮你配一点音效。刚刚有小 S 的感觉哦，是哦，谢谢。他是我很敬佩的前，他是我很敬佩的一个前辈。为什么我听到有人在讲话？因为你有耳朵。废话，我上，不然废话。不然明明我在流眼泪，还问别人，对啊，那你又没有删？我在拿手机，然后问我妈手机嘞，然后我来看一下时间，说啊，我手，我已经不是知道这件事，直接忘记我这件事情。就可能有时候我会手上拿着饮料，妮妮，你知道我的饮料放在哪吗？你手上。饮料在这里哦，然后讲一件很好笑的事情，就是有人，因为我们今天群组大爆吵，因为我刚刚讲过学艺术的人脾气都很差，然后我要我那个朋友，因为穿服装这件事情本来就自己的责任，你要有责任心，知道这件事情是今天该做的事情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就要开始要传服装那种照片嘛什么的，哦，差不多都有人在传嘛。可是有几个人就已读不回，那也不传。然后我那朋友开骂，他说：“现在怎样？19个人已读，然后没有人要回我，怎样？”可是你们知道，就是好像有人说什么没读了是怎样啊什么的，但其实大家都读了，然后也传了，但是他说什么19人没读，可是因为你知道自己的已读会，你可能里面有20个人。然后你会只看得到19个人已读、因为一个人是自己、然后他就觉得大家都笑他说什么，拜托那个19个人你有一个人是自己，所以大家都已经看到那一篇讯息了，然后你还在那边骂，大家都笑他。可是我觉得他蛮可怜，他只是想要为这个事情负责任，然后想要把这件事情做好，然后还要被大家这样笑，我觉得他很可怜。然后他很辛苦，然后还要骂那些没有上进心的人，然后在那边说，哎，请问你服装交了没啊，我蛮常做这种事情的。不要造成别人困扰好不好？你说蛮常造成别人困扰还是不，就是骂人那个？这就得讲另外一件事情，就是另外一个话题，这可以连伸到另外一个话题，等一下再讲，先讲完这个。然后他就很生气，然后还有人很不识相，就是说什么，哎呦，不是，那不是说要穿全黑吗？那我可以穿学校的衣服吗？可是因为我们学校的衣服有一件是黑色的，然后他开骂，他说
戏剧老师不是有说过，身为表演者，怎么可以在表演的时候穿着自己学校的衣服上台表演呢？很怪耶。他直接开骂，身为一位表演者。然后另外一件事情是，还有人很问号，就是他会问我说，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化妆咯。我想回答他说，身为表演者，上台表演就是要化妆，你不化妆不是表演，那你上台是干嘛？对啊，对啊，然后你光那么强，你打在你脸上，你不化妆，你应用表演者态度上台吧。而且化妆其实是一种对你舞台上的一种尊重。然后还有人问我说，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化妆咯，不然嘞，尽管你是幕后，你还是你要把你该有的那种认识拿出来。就是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，他们可能觉得说，哦，我就只是一个幕后啊，我就只是一个帮忙搬道具的，他们可能是这样想。但我觉得其实，对啊，但我觉得其实自己负责的东西就不要让人在那边讲，我真的蛮不开心。可是因为这件事情让我学到，自己也不能这样，因为说实在的，我之前就是这种人，但我承认我进步了，就是我至少现在知道我之前那样的行为有多让人讨厌，然后我现在变成是我骂别人，而不是那种我被骂的那种，懂吗？所以我现在可能会迟交东西之类，可是你知道那是，那是真的是难免，可是你要尽量把你态度拿出来。就是不要人家，就是我们今天就不是因为这件事情在跟那个人沟通。他，你知道他怎样吗？就是他要叉腰骂他，然后那边叉腰。我就怎样说，这什么意思？这什么意思？这什么意思啊？我很不开心哎、欸，你不觉得吗？就你在跟一个人讲正经话的时候，他那样。怎样？想怎样？打架？想怎样？你想怎样？没有了。出来狗。是啊。我觉得就是，好。另外，我刚刚讲到哪？我刚刚说延伸可以延伸到另外一个话题。刚说到什么？哦，我要讲那件事情就是，一个哦，最近领悟到事情，就是因为我们班上有蛮多佼佼者的，就是你知道佼佼者吗？知道吗？你这生活中一定会有那种竞争者之类的嘛。然后你会看到有一些人可能很强，然后就是我说的很强，是他表现出来的风格，还有他表现出来的气场，会让人觉得说，哦，这人怎么可以把事情做得这么好的那一种。然后他那一种人，他不可能在每个环境、每个地方都做得很好，懂我意思吗？这可能这是学校。然后这可能是补习班，然后或是安心班，学校补习班、安心班，然后一个人他多重有他有在三个环境，一个是学校、补习班、安心班，然后他可能在学校表现得很好，在补习班表现得也很好，可是他在安心班就变成说，是在他是一个被教导的对象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你可能只看得到说，哦，他好优秀，他在补习班好优秀，他在学校好优秀，但是其实你不知道他在安心班的状况，有两面，有两双面人，不是双面，这不是双面人，是行为上的双面。不是不是，就是，怎么讲？可能有一个人在学校里表现很好，很多人都很敬佩他，可是你不知道他其实在另外一个地方是有多脆弱的，你懂吗？就是一个人在某一个地方表现得很坚强，表现得很好，可是你不知道他在另外一个地方是很脆弱。我觉得蛮像这种的啊。我觉得我就是这种。我也是啊。就可能我在某一个地方会被别人，你们两个可不可以打架？我们两个没有打架，我们两个很要好哎、欸，我们两个很要好哎、欸。好，就是我刚刚怎么讲、啊？点到了。哦，我点到了。我刚刚讲的，就是像我们这样。对啊，没有啊，因为你一定是因为在某一个地方遇到很多挫折，然后在那边经过了学习，然后
风风雨雨，到那个地方才会是强的啊。你懂我意思吗？就可能说，意外，就是可能我在补习班里面，好，我可能国中的时候，我在补习班里面很努力的学习，然后接受了很多风风雨，然后很多的痛苦，补习班很累，可是我在学校表现的却很好。就是有一个地方没办法反应的过来这样子，就是过不太来这样，一定会有啊，不可能每个人在每个环境都一定很强啊。对啊，对啊，人生因为可能我们班上很多一定就很多佼佼者，他们跳舞就很强啊，什么舞风可以加油来啊什么，但他可能有另外一个舞团，可是你不知道他另外一个舞团活得多卑微。谢谢一层送的玫瑰，谢谢保护队送的柠檬蜜柠檬水。好啦，我只是讲一下我最近领悟到的事情，很特别，觉得完全不懂在讲什么。你口罩可以拿下来。不要。傲娇。那傲娇懒得拿，拿来拿去妆都不见了，粉底很要钱。我觉得好快哦！嗯，我今天过得很快吗？领悟到了人生的奥秘。没有啊。也不是啊，就是啊，该领悟的一定都会领悟到啊，不是吗？是时间问题。该领悟的都会领悟到，就是时间问题。谢谢 Love You 西送的蓝色应援棒。Hello 苦味养颜。Hello 海豚。我的肚子，你把那个恋爱性感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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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没使用的勇气。我每次很怕伤。我要错了。连空气都感觉到有些拥挤，不起眼的花朵是不是也不会珍惜？每天最不放的那首歌曲，好像知道我所有的秘密，感觉节奏会挡着我的手臂。谢谢一晨送的掌声鼓励。他们现在就看我们在跳舞嘛。谢谢保护队送的荧光棒。好，我们在一起吧。好。我在一起吧。好。我被妮妮拒绝了。没关系。没关系。下一个会更好。天涯何处无芳草，何必单恋一枝花。到底是强摘的果子不甜，这国中的东西，你没有说到强摘的果子不甜吗？酸橘子，没有上那篇吗？没有，这是我国中的课文，酸橘子，我还记得哎，强摘果子不甜。好老派的词。没有，我就是喜欢用一些老派的词，怎样？不行吗？不行吗？和我在一起吧，
头卡了一声。还好吗？骨头卡。那我吃完这包，差不多是，差不多都是30分。不接。上上厕所。接。你说我的衣服要注意，你的衣服要注意。我的衣服，我这件衣服蛮紧的，所以还好。蛮紧。领口的部分。是的意思在什么？哦。为什么要去注意呢？还好吧。因为我衣服通常都很松。So what? No? 你知道有一首歌叫什么？他那边那边上发，就是那首歌，王总。王大北。对，然后就是很多人在放，然后听到那个 I don't want to be 谢谢李维送的蓝色应援棒，我静静的在解图中。好，你解啊。谢谢朱莉安送的玫瑰。你的结有点打成戳耶，那是戳。我静静的在戳图中，超好笑。我静静在戳图中。我喂你们吃洋芋片。对呀。哎，真好玩啊！飞机呀、啊。手机的粤语。收给。真的假的？收给。啊。飞机我就不太知道。我不开雷呀、啊。大家好。你干嘛讲？干嘛讲粤语？没有啊，就因为我其实有蛮多来自国外的朋友，所以我都不会一些。我有蛮多来自国外的朋友。很差。我就小时候学。就小时候学英文。超有趣的、欸。国际你耶、欸！哦，国际你耶、欸，国际啊！在干嘛？我洋芋片掉下去了。都唱歌而快乐多，瑞就忘记眼泪。我不知道怎么唱的，我只会唱。明明真是太甜蜜，反而我有个办法。So 快听我对你说，拉把烦恼放开啦。西从今后笑嘻嘻，唱起歌儿快乐多。哆来咪哆咪哆咪，瑞咪发发咪瑞发。学乐器都是这样。那你知道什么有什么？朱宗庆打击乐团什么？哆来咪发嗦，那什么？哆来咪发嗦，拉发咪瑞哆，嗦发咪嗦发咪瑞，嗦发咪嗦发咪瑞，哆来咪发嗦，拉发咪瑞哆。你怎么样？要学音乐都这样，就学音乐都是从这种东西启发开发起来。为什么这首歌这么好？为什么这首歌唱这么好？没有啊，没有，我又不是不会唱歌，只是唱的有点难听而已。谢谢保护队唱的真情告白。泪就忘记眼泪，明你真是太甜蜜。谢谢一晨送的掌声鼓励。那你的专长是？我没有专长，我没有专长。吃。我真的没有专长。睡觉。看书。真的没有专专长。在干嘛？拜拜，迷你控，感觉玲玲有些不敢开口。我需要被 Q， 然后阿潘前辈就 Q 我啊。刚刚阿丽进来那边，哦，你知道吗？是阿潘前辈 Q 我，就是，那是某某前辈吧？阿潘前辈，然后说我要两次润发乳啊，然后说，哎，玲玲，那你可以往前面转一下，然后就很，很，
很不知道我自己干嘛。对，你是这样走过去。超好 Q 的，超好 Q， 然后还弄一下呢，我怕我在干嘛。我觉得，可是我觉得蛮好看。自己讲，自己讲，没有啊，就是我是需要被别人 Q 起来的，我没办法自己让我自己变得很嗨，因为我平常就是一个很安静的人。好了。对，真的，我平常是一个很安静的人。手机借我妈念吧。可以啊，可以直接说我念吧。不太像很安静，那是因为你在直播看到的我。对啊，直播一定要很吵，不然你安静超久，你也觉得很尴尬。不是啊，你知道直播，你们不要真的觉得说直播就是真的样子。大错特错，大错特错。大错特错，因为很重要，所以我要说三遍。王念吧。王念吧，王念吧。你的没办法看吗？没办法。可是玲玲会突然嗨起来，就长到我有共鸣的时候，我就会嗨起来。我念榜了，31分，谢谢旅馆送的新之冠。这样也可以存储到。好，没有了，没有了。好，我念榜。第13名是李威，谢谢李威。第12名是幻影战神，谢谢幻影战神。是，战士。战士，战士，对不起，我国文不好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国小、国中、高中的国文老师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今天也这么快要结束了吗？对啊，不然要小时了哎。第11名是龙荣，谢谢龙荣。第10名是钢铁兔宝粉，谢谢钢铁兔宝粉。第9名是变成新鲜柠檬，谢谢变成新鲜柠檬。第8名是。朱里恩，谢谢朱里恩。第7名是 Love You 西，谢谢 Love You 西。第2名是小杰，谢谢小杰。第5名是落日一下，谢谢落日一下。第4名是尼哥，谢谢尼哥。第3名是吴呱呱，谢谢吴呱呱。第2名是一层天，一层。第1名是玲玲的单纯天真可爱宝宝，对，谢谢你。哦，好嗨，好嗨！谢谢玲玲，谢谢你。不会，在我里面还是2分钟。那你可以回播我直播啊，我去看我的妮妮坐着，玲玲坐着，玲玲坐在妮妮大腿上面截图。不要，不要，你知道为什么？不好看，不好看，不好看，真的不好看，很丑。别以为我们说什么就做什么。谢谢保护队送的这几个。我不是你们的玩具。I'm not your toy. 我不是你们的玩具。I'm not your toy. Toy. 好啦，拜拜。大家晚安，拜拜。有人跟我说再见吗？拜拜。拜拜。每次都没有人要跟我说拜拜。你要让他们有反应时间吗？好啦，拜拜。朱里恩拜拜，旅馆拜拜，老虎队拜拜，大家拜拜，萱萱拜拜。塔瓦哥拜拜，妮妮爸拜拜，小心小心，拜拜大家拜拜，我点到，拜拜拜拜拜拜。